7月5日，在历时近5个月的拍摄之后，古装剧《梦华录》成功杀青，官微及一众主演晒出高清杀青照，并纷纷发文庆祝，刘亦菲、林允、柳岩三位大美女各种花式自拍，而且三姐妹还轮流站 C 位，看得出来感情实在是太好了，三大美女罕见同框，这颜值太养眼了。不仅如此，网上还曝光了一段《梦华录》的杀青特辑，视频中刘亦菲手拿长剑，眼神凌厉，相比当年的小龙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而陈晓的打戏动作行云流水，杀伐果断，简直太帅了。不论是从演员阵容角度还是演员实力角度，《梦华录》都相当值得期待，祝《梦华录》大放异彩。